一进来就给双击的朋友是大老板，不给双击的朋友是将来大老板。将来大老板给个双击带走吧。今天我拿着我妈82年的铁锹挖出珊瑚，将来的朋友不认识第一次见元宝珊瑚的加关注，嘿嘿，点两颗小红心，哈哈，晚上精彩直播抓海鲜，不见不散。来，老铁们看一下咱们家的乳山生蚝啊，大量到货，99、12斤啊，全国包邮到家啊。看一下这个肉质啊，特别肥美啊。哎，这个手刚刚。来吧，朋友们，最近因为这段时间的天气的突变啊，致使这个海水的水质变差，导致了这条鲨鱼的搁浅啊。看这个个头啊，还是个未成年的鲨鱼宝宝啊，太可惜了。保护生态环境啊，人人有责，让生命继续延迟下去。同意这个说法的，点个双击，加个关注，看我直播。来吧，老铁们啊，这又是上大货了呀！我的妈，太大了啊！这个得几斤呀、啊？我的妈，腿就这么粗啊！来，加把劲给它薅出来！哈哈，咱今天老铁们留下你们的双击，留下你们小爱心，证明你们来过啊！来吧，老铁们，看我们面前的六条可爱的小河豚啊！别看它长得非常的可爱又漂亮，但是呢，它身上有剧毒啊，千万不能食用啊！这是我在海边发现的，咱们给它埋了，别让人家误食了啊！认为这样做的对的，老铁给个双击，喜欢赶紧抓紧时间加我关注来看直播。